哎呀，好久没有这么安安心心的修好一台电机了，也不知道这把监管者是谁啊？这边有一台电机，哎，哦，我速闪呢、啊，那开局被溜这么久也是很正常。不过不知道带的是什么技能啊，先修机吧。这把电机已经修了很多了，机械师手上有一台，佣兵有一台，哎，入殓师也有一台。那入殓师修完再修一台，那就够了呀。好了，小伙子你去救人吧，电机就交给我们了。哦，宝宝电机都79%了，那这波还稳稳当当。这个血线可能有点来不及啊，打满电机估计都能。哎，佣兵吃刀了，哎，千万别救人啊喂，这把就看，哎呀，完了，过半秒就也太伤了。啊，还是个闪现速闪，那这结石死定了呀！搏命被打，电机也不够，那就只能争取个平局了。那佣兵应该已经啊，什么鬼啊？机械师都倒地了，这佣兵怎么还在那里啊？虽然现在就剩一台电机了，但是这个局面它不好搞呀。算了，先去摸一下佣兵吧。速闪飞入殓了。哎呀，我这台佣兵还没修完呢，又是倒了一个，还挂到遗产机了。不过还好，这波入殓师可以直接入殓到工厂二楼。啊，你不入殓吗？哎呀，这你也省，小东西还想吸我的魂，直接跳过去，持刀救人啊！这波还是很稳的。哎，干嘛？盖板取消硬直，哎，我翻。Oh no！ 早知道我就用跳了，贪球了啊！不过问题不大，我直接躺角落啊，速闪也不敢来挂我的。佣兵的电机都90%了，这波还不稳稳当当三人看不沾？佣兵被赶走了，那没事了。来来，我们先恢复一下状态啊。好啊，现在这个速闪控场控了个寂寞啊，先过去把电机压好。嘿嘿，小伙子飞回来也没用。电机已经压好了，来，赶紧给我来一刀，让我们进入开门战环节吧。嗯，还切换形态干什么呀？要考验我，我就校准基本功啊！啊，虽然第一下失误了，但是只要不触发反向就行了呀，无所谓的，小伙子，反正你不打我啊，我就不开机，大不了我再吸个火球嘛。这个人估计是想让我反向啊，然后开门战的时候不好溜他，没想到吧，小爷基本功就是这么扎实。入殓师那边都快压好一台了，就问你慌不慌？这个火球吸的是真的慢，还想变小白吸魂？哎，给我沉默吧你！啊，直接偷袭！呜呼，被沉默了，你怎么追我啊？好啊，虽然杂技演员看门慢，但这素材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来找我，慢慢开也无所谓。佣兵估计要被找到了，开门战流氓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好了，他应该是走不了了。好好的一局大优势，硬生生打成了平局。哎呀，过半秒就真的太伤了。溜了溜了。